是好漂亮的房子啊！啊，哇，好大呀！非常的大，你可以就是新房。OK。你它已经装修好，就可以从前门进去。好的，好的，看一下。Hi, congratulations. 谢谢。啊。房子太漂亮，是那两个小年轻买的。这两个小年轻。所以，我老婆带他们来验房，非常非常大呀，这个房。这种房子住着才爽啊。这个湾区有这么一个房子，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不容易了哦。Oh my god， 超漂亮吧，很大。简单来看一下啊，简单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后院也好漂亮。这个地好长啊 ！Oh my god， 这样看来真的是好大、啊。我的天哪、啊，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大的房子了，还在湾区哦，还在 Fremont。哦，我的妈呀，好大哈！所以它这边是这么四家是新建的，一个，两个。然后三个、四个、四栋房是新建的，大概每栋房是三个 million 啊，三个 million。好了，我们就现在来看一下第二家，这家还没有卖掉的，今天。是卖掉的那家嘛，然后今天是来做 final walkthrough， 就是最后的验房。然后这个旁边那家也没卖掉，这家也没卖掉。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一家啊，静说这一家里面是有家具啊什么的，它已经是有像一个样板式的一个房子，会比较齐全一点东西，就不会像刚才我们去看的那样空荡荡嘛。好，我们来看一下。但是呢，现在大家看到了哈，有家居了，跟刚才也不一样了。然后这边好像有个小房间。刚才那个房子的话，小房间是在另外一边的，他只是把它给移位了，这个放在这一边了，跟光线比较好啊。看，阳光就可以直接射进来了。这个房间其实挺漂亮的，小小的房间。这个可以做客房，或者是给父母啊什么来玩啊，什么都可以住。哦，他这边书房是放在这里了 ，OK， 这里有个小书房，哎，他们挺不错的。好，然后走过来，这里是什么呀？哦，这里是放锅碗瓢盆的一个小房间，是一个厨房了，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是一个吃饭。去看一下这个后院，刚才那个好长好长啊，那个后院，但是它这个宽，刚刚那个是扁，但是它的后院好长，那个就没有那么大了。你看这个后院就是这么多，跟刚刚那个后院不一样了。啊，这里是一个什么房间呀？啊，这是一个车库，双人车库啊。那么，OK， 楼上啊，这光线很好啊。主人卧哦，主人房在这里，有个小阳台，平时休息。这个阳台好大，不是小阳台，这个是大阳台啊。哦 ，OK， 好，这个是卫生间。
好大。Wow, this is bathroom. Kara, so big. Look, at the main one. 对啊，你看可乐好大的一个卫生间啊。Oh my god. Yeah, so big.窗户呀，好，这是第二个房间，第三个房间，楼下一个，好像主人房在这个第三个，应该还有一个房间，好，就在这里，这里也是一个客房，对啊，也是一个客房，啊，静还在跟他的客人聊啊，关于那个房子，房子好大 ，OK。房子的好处就好在它的地特别大，因为这边一共还有4栋在售嘛，然后它是2022年的 new construction， 就房子很新，它是全新房。然后呢，它地很大，另外呢，就是因为它是新房嘛，所以的话就是你不用等，它已经是建好的，它是现房。然后地的话，就是基本上每一栋都有。Lot size 都有1万 square feet 左右，然后它的居住面积呢都是达3000到3300 square feet，哦，那很大。对它的无论是居住体验还是你整个占地面积都非常的大，嗯。然后还有我觉得 community 非常的安静，它的 community 是一个非常 mature 的一个 community，这边周边的邻居都在这边住的时间还都是蛮久的，而且我们刚刚也有过来跟我客户打招呼，问他们什么 new owner 已经 invite 他们去上。就是他们 neighbor 的一些活动吧，就是感觉很 friendly 的，很 friendly 的，对对对。然后它这个因为它靠近山那边嘛，所以说它一是比较安静，二是它那个某些 window 啊，或者是就是或者是就是看出去的风景会觉得比较好。对。那这边不好的呢，可能就是它虽然是处于 Fremont Mission， 但是它的学区其实这一块是挺一般的，所以它是相当于是6分7的那样子，不属于一个学区房。学区房，但是只能说是，就是买这儿环境房，就是环境居住环境非常好。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湾区现在地越来越稀缺嘛，是的。像这种地比较大的房子呢，以后可能会非常的稀少。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客户会愿意买这个房子的原因。一个就是他们觉得居住体验特别好，安静，房子很大。第二个就是觉得这么大的地，以后可能想要买也不一定那么容易碰到，是的，而且它又是新房，它是新房 ，brand new 的，对。对，它不是二手房。对。刚刚我也在说嘛，在湾区如果要找到一个全新的又这么大的，真的是非常非常难了。现在很难批得到这么大的地了。对，现在很少。翻新建的没有这么大的。对。虽然它价格有点高了，但是怎么讲，就是如果你是住这个地区的话，或者住了这个全新的这种居住体验，如果说你对新房很感兴趣，你又对地很大的新房感兴趣，前提是你不怎么考虑学区的话，我觉得这边是完全可以放进你的考虑范围内。学区的话，小孩的话一般。如可以去送去那些私校嘛，无所谓的。就算其实有很多有学区的房子的人，如果能住这么大的房子的话，他们一般都是也会去送私校的小孩子。如果说你孩子比较小，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它虽然说很大嘛，4个房间，对，房间数量是4个，对对对对，所以说也不太适合有很多孩子的家庭嘛。所以如果你有1到2个小孩的话，你送私校也还是 OK 的。可以的。就能住得起这种房子的话，送个私校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也算是半豪宅了吧，在湾区，对吧？就是你想这么大的地，还有这个装修啊、风格啊，还有这个 location 啊、环境啊，这种一般的话还是住不起的，就是还是要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经济实力的人才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的。再怎么说也要300万了，对吧？好了，那基本上大概的情况呢，已经差不多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简单的，当然更详情呢，请大家加他的微信或者小红书直接联系金，非常棒的一个经纪人啊，好。OK。